是万物所仰赖的。一一二二，它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它匹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 Yahweh， 耶和华 Yahweh/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以及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maravi， 这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七五教阐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葫芦玄聘众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古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
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狮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是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观永脱苦海母自垂母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饶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成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元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但悟修道本末早至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你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屁曰何其欲审邪曰在使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律系也每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被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一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故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闷倦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意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
会满地是完全清气，生为天盘补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黄及坤前老母娘的心生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灾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如若是先衣鞋交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已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片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跨坐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衣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衣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约盘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将以仙桃四颗与帝
第十折收其和欲众之母曰此头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众之不生地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境尽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交子会气数已到位。